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好车推荐。我呢是郭大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中大型 SUV 中的性价比选手，就是我身旁的这台沃尔沃 XC90。这台车呢是我们北京站的一台自营车，然后这个车呢基本上啊它是属于沃尔沃 XC90 当中的入门级车型了，因为这个车呢它属于2018款的 T5 之 E 七座版，当年款再比它便宜的也只有一个同配置的五座版了。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看一看这个入门级的 XC90 它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买。然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换一个新玩法啊，因为我之前呢已经收集了一些诺粉对于这台车的一些问题，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完成它。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入门级 2.0T 的动力怎么样？开起来会不会很肉？说实话啊，这台车啊，你开起来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情况。就你这样在城市里开，稍微一踩油门，车子哗就走起来了，完全没有那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觉。而且你要说想在城市里超车，你稍微深踩油门，哇，动力呢还是可以的，超车基本上都是可以干脆利落的完成。而且甚至你在深踩油门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发动机的嘶吼，还能听到一些涡轮的声音，然后你收油的时候甚至可以听到涡轮侠牌那个咻的那一声。当然了，我觉得这声音，这样的声音呢可能对于这台车来说呢不算是一个优点，但是咱们单从动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日常使用已经是完全够用了。其实这台发动机呢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它可以输出254匹马力350牛米，基本上和奥迪 Q7 上用的 2.0T 宝马 X5 上用的 2.0T 呢输出的水平呢都差不太多。这台车呢配备的是 8AT 的变速箱，然后呢官方给出的百公里加速成绩呢是 8.2 秒，不过我看有的媒体实测啊，这个车呢百公里加速可以跑到8秒以内，基本上7秒7 7秒8这样一个样子。接着你觉得七八秒这样一个百公里加速成绩对于一台中型的轿车来说我觉得都挺不错的了，你想想对于一台中大型的 SUV 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动力已经是挺棒的。低配车型没有配备空气悬架，有没有很影响舒适感？没有，说实话我觉得这台车的悬架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你开起来的感觉呢，这个悬架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在路面上呢一些比较小的这种颠簸啊，它是可以很轻松化解的。那即使遇到比较大的那种起伏呀颠簸呀，也不会说在车里你颠得稀里哗啦那种感觉，它基本上还都是可以化解的。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舒适性还是很好的。听说低配车型后悬架用了板簧。是的，你要说板簧呢也没错，但是人家那个学名呢叫做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卡片弹簧。其实你开起来的感觉啊，这卡片弹簧跟螺旋弹簧真的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但是之所以用它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减重，因为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宁减10马力不重一公斤。首先从材质上来说啊，这个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对吧，肯定要比两个钢制的那种螺旋弹簧要来得更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卡片弹簧呢其实连接了两侧的悬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呢它就可以取代了防倾杆的作用，所以这台车的后悬架防倾杆的一套东西呢也都取消了。另外呢就是整个摆臂呢它不用再给螺旋弹簧去留位置，所以整个摆臂的结构呢也能更加的优化。当然了，这个卡片弹簧呢也不是说完全都是优点啊，它也有缺点。那缺点呢就是它会影响整个悬架的形成，这一点在越野上面会比较的吃亏。不过我觉得 XC90 这种车啊是纯纯正正的城市 SUV， 也没有人会开着它去越野，所以我觉得这个缺点也就无足轻重了。听说 XC90 正面25%偏置碰撞很厉害，能演示一下吗？您这个要求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困难，我呢就简单给您口述一下 XC90 这个车呢它到底有多安全。首先从材质上来说啊，这台车呢它的车身架构呢用了很多高强度的钢材，另外呢车身结构上呢也有很多力导向的设计，这样在碰撞的时候呢尽量减少这个成员舱的变形。那除此之外，这台车虽然是入门级的配置，但是气囊的配置是非常全的。首先前排啊，除了主驾驶副驾驶正面的气囊，侧面的气囊，
上面呢还有气帘，而且西部的气囊也都是标配的。然后主动安全方面呢，这台车啊标配了沃尔沃的领航辅助系统，它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像主动刹车呀，还有这种车道辅助啊等等的功能。甚至说啊，这车假如说你在出现追尾碰撞的时候，它的刹车大盘会往回收缩，这样以防驾驶员的腿部受伤。所以说 XC90 沃尔沃这种车，它的安全性能真的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这么安全的话，带娃出去是不是就不用买儿童座椅了？是的，因为人家原厂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入门级的配置会不会比较低？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个车虽然是入门级的配置，但是它的基础配置已经是很丰富了，日常使用我觉得已经很够用了。那除了前面咱们说的啊，它配备了这个标配的是沃尔沃的领航辅助系统，除此之外啊，像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电动尾门、三组的座椅记忆、自动的 LED 大灯、全液晶的仪表，然后 CarPlay、座椅加热、三分区的自动空调等等等等，其实说实话这配置还是挺丰富的。然后它的这个中控屏幕呢，我多说一句啊，其实整个这个沃尔沃的中控设计是非常简洁的，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实体按键，你大部分操作呢都要在这个中控屏幕里头完成。首先我觉得这个中控屏幕啊尺寸呢不算小，而且分辨率也挺高的，看起来很清楚，而且用起来呢也是特别的流畅。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它这个设计比较好的是呢，就是它的这个触控屏幕啊每一个按键都设计得特别大个儿，这样你开车的时候呢，你过去摁的时候你不用说也一定要仔细盯着，然后这摁准了才能摁得到，而是你这样开车的时候余光一扫，手伸过去就能摁得到，这样用起来呢开车的时候是很方便的。其实你说这个车啊，它作为入门级的车型，它要说少什么配置，我觉得它少一个配置就是倒车影像，因为这个车啊作为一台接近五米长这么大个的 SUV， 它只有前后雷达没有倒车影像的话还是稍微差点意思的。不过呢这个问题呢前任车主已经帮您解决好了，前任车主呢加装了360度的全景倒车影像，所以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第三排空间怎么样？说实话 XC90 的第三排空间呢是我坐过的七座 SUV 里面算是比较大的了。你看我自己坐在第三排啊，我把这个第二排座椅稍微往前挪了一点点，整个这个腿部空间呢还是有一点点余量的，不至于说这个膝盖呢完全顶在这个前排座椅的靠背上。然后坐姿呢，它这个坐垫也不算是说特别的低，所以你坐起来呢也不会说有那种坐小板凳的感觉。然后对于第三排乘客的照顾呢也是很到位的，像这种独立的出风口啊、杯架啊、储物盒啊，上面还有喇叭还有阅读灯都有。但是呢说实话长途乘坐肯定还是不太舒服的，因为整个靠背的这个角度是比较陡的，坐时间长了肯定不舒服。但是如果非要长途乘坐的话呢，我建议你选和你关系不好的朋友坐在这儿。然后这个七座打开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可能你这个遮物帘没有地儿搁了。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发现我坐在这儿呢，这个遮物帘装上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呢还能形成一个小把手，还是挺实用的。后备箱的空间又如何呢？XC90 的后备箱空间那是真的大，你看我自己盘腿坐在里面毫无压力。那整个后备箱空间呢在常规状态下呢基本上就是同级别最大，即使你把第三排座椅打开之后呢，后备箱空间呢也可以放两个行李箱。如果你把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啊，整个后备箱的纵深呢接近2米1，宽度呢接近1米2，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小号双人床的水平。那问题都问完了呢，最后就到了车主观点的时间了。其实我觉得这台 XC90 呢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缺点，所以缺点呢咱们就不说了。而优点方面呢，我为它呢总结了一个综合性的优点，就是性价比高。这台车啊2017年6月上牌，目前表现里程呢是4.2万公里，在我们这儿的售价呢是37.88万。如果你看同样级别的豪华品牌 2.0T 的 SUV，那 2.0T 的 Q7 2017年上牌了，二手价格呢大概是要43-44万。那同样2017年 2.0T 的 X5 呢就要更贵一点啊，46-47万。2017年的 GLE 那就不用说，人家都没 2.0T 的，都50万开外了。所以相比之下呢，这台 XC90 的37.88万的价格真的是很有性价比的。不过这台车啊，它之所以比那两位便宜那么多呢，并不是说这台车它质量就不好，它的产品力就差。我觉得首先呢，从新车方面呢，XC90 呢就要比 Q7 就要比 X5 呢便宜一些。那另外从品牌方面来说呢，沃尔沃呢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豪华品牌，
那肯定比不上奥迪、宝马这样一流的豪华品牌，所以从保值率上来说呢，肯定也不如那两位高一些。不过咱们综合来说啊，考虑到这台车它的动力表现、它的配置、它的空间，还有它目前的售价来说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选择。OK，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拜拜。